清明節，不少掃墓者一早就到各個市政墳場和墓園拜祭。朝早天氣不是太穩定，有掃墓人士就表示不擔心。郭冬梅報導。九點幾，陸續有掃墓人士到氹仔喀斯墳場掃墓。不少人都帶齊三生祭品，又向先人獻花。清明時節雨紛紛，呢幾日天氣都唔係咁穩定，有掃墓人士就話唔擔心。彩就唔係大雨咯，毛毛雨冇乜所謂嘅。都驚㗎，不過見今日都有少少，好似有少少陽光咁樣咯，咁所以就即刻出發過嚟拜山咯。正值潮濕季節，民政總署喺清明之前已經加強咗對各個市政墳場以及離島山頭墓園嘅清理同埋除草工作，希望可以減低爆發登革熱以及出現山火嘅風險。除了墓园各区设置的化宝塔，不少人都自备了铁桶燃烧冥饷，亦都有人带扫把和水桶，方便拜祭前后做清理工作。自己的地方始终都是自己打理应该的。两间巴士公司都设有免费专车接载市民上山扫墓，而民署亦都在各区坟场和墓园附近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秩序大致良好。澳门电视台记者郭冬梅报道。